警惕玄武之流打着爱国主义的大旗，做流量生意皇家看台。玄武这下子真的出名了，他的目的可能达到了。场裁张旭解释称，开赛前被口头告知比赛方式变更为中国功夫 vs 日本拳击，允许使用抱摔的动作，如果事情到此结束还不至于酿成国际事件。玄武明显在偷换概念，将普普通通的一场拳击比赛演绎成中日对决，试图挑起民族仇恨，为自己脸上贴金。地缘政治的冲突让中日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，这是客观事实。在当下，民众的爱国热情普遍高涨，国家公祭日刚刚过去不久，大多数国人还沉浸在对历史的缅怀中。不得不说，玄武很会利用时机，在这样一个敏感的历史当口，想通过挑起中日对立，将自己置于道德的高位。诚然，体育不可能完全与政治无关，但在竞赛场上，还是应该让体育保持纯粹。当然，任何国际性赛事不可能不掺杂民族情感，中国选手与国外选手之间的对决，国人为中国选手加油助阵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但这与复杂的政治背景没有多大关系。针对玄武跳梁小丑的行为，其实没有必要长篇大论进行口诛笔伐，因为他不配在这样一个不入流的小比赛中，赛前口头更改规则，赛后挑动网友情绪。我有理由猜测，这是玄武提前布好的局，就是为了哗众取宠，博取流量，从而在未来以此牟利。当下确实爱国主义情绪高涨，但在他这个事件上，民众还是保持了足够的清醒，反而集中火力炮轰他不讲武德的举动，以及绑架爱国主义的行为。